你看，它这个背景上，没关系。对，这样好多了。在拍圣诞的时候有点早，还有俩月。不早。我问他们有没有准备的，他们都说现在太早了，最起码要等到十一月中旬才开始准备。有几个是这么说的。这个盒子就是很容易曝光。Mm-hmm.